传闻中陈芊芊为爱饮毒酒，惨死韩硕怀里，想要永远留在剧本里。传闻中的陈芊芊这部电视剧是我们之前从未看过的新颖题材，虽然该剧是一部穿越剧，但是赵露思饰演的女主角陈芊芊的穿越和别人的穿越有很大的不同，她是穿越到了自己创作出来的剧本当中，而且还是以恶毒女配角的身份穿越进去的。既然是她自己创作出来的剧本世界，那么恶毒女配的下场陈芊芊也是再清楚不过了。一开始陈芊芊接近剧本世界里的男主角韩硕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可是当韩硕喜欢上了她，就连剧本世界当中的女梁国女帝也对她开始刮目相看之后，陈芊芊却产生了不少烦恼，因为她发现自己对韩硕动了情，开始不想离开这个剧本中的世界了。她甚至不敢睡觉，害怕一觉醒来一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现代的世界。苦思冥想了很久，陈芊芊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虽然这样有可能会让韩硕与自己生死相隔，但他也就能永远留在剧本世界当中了。